天后将会第二场在小巨蛋的演唱会晚间举行，依旧是座无虚席。他邀请到的嘉宾是 Ella， 刷爆了他要二姐跟他一起边唱歌边跳舞，场面相当逗趣。与爱搞怪的 Ella 合唱，很配合。来 dance dance 一下。这个真笑，好啦。要二姐边唱边跳舞，唱完以后还不肯放过她。如果二姐不唱的话，就不尊重你们。什么？点歌不按牌理出牌，场面逗趣，演唱会高潮还有这一段。正在吊台内绕全场一周，移动舞台与歌迷近距离接触，接连五首快歌组曲，超热现场气氛，也展现二姐的天后实力。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谢谢燕佑的报道。另外，只要来看到是台语歌后江蕙北高巡回演唱会，昨天的第二场在台，那么小巨蛋开唱，一出场依旧展现了女王的霸气。为了和歌迷近距离的互动，她登上了三公尺高的花形高台，环绕整场，连唱了五首快歌组曲，让不少歌迷好兴奋，也跟着扭动了起来。登上三公尺花形吊台，小巨蛋开唱第二天，将会变成空中飞人。假如我是一个月亮，现场气氛所到之处，歌迷起身欢呼，还有人跟着扭了起来。首快歌组曲，高亢嗓音震撼全场，既深情又具穿透力，不论快歌慢歌都让歌迷朗朗上口。宛如女王驾临，出道32年，将会力求完美，有唱有跳，还有苦练一个月的高难度特技，让全场上万歌迷眼睛一亮。东森新闻陈怡、高宏明 SNG 小组在台北报道。
好，不过昨天演唱会还找来神秘嘉宾是 Ella 上场助阵。那么 Ella 的个性调皮又活泼，那么也展现了性感哦。但是她又频频邀江蕙一起来扭腰共舞，两人合唱时她也不按牌理出牌，还多凹了江蕙唱了阿妹的嗨歌，同时也让她清唱了另外一首新歌，让江蕙唱完之后忍不住亏说：“没有了吧，你应该可以下台了吧。”白色露肩连身洋装 ，Ella 登台和二姐江蕙拼歌艺，还要大舞技。不按牌理出牌，唱完一首歌不下台，还拱江蕙多开金口。二姐说首歌将会清唱完，还开玩笑要 Ella 快点下台。你应该落台了吧？哎呦，可是我一直很想听你唱一首歌哎。摇滚版，算。除了 Ella， 好姐妹 Selina 也带着爸爸在台下听歌。因为我之前在演唱会有唱过 Gail 啊，然后像平常也都会唱什么罗喉虾，还有康雀帮。老中青三代歌迷齐聚，周末夜听二姐唱歌，如痴如醉。本文新闻，陈怡、高厚明 SNG 小组在台北报道。台语天后江蕙晚间台北演唱会呢，依旧是爆满了。而江蕙除了以黄金镜面装从空中吊台悬吊出场，还克服了巨高症，挑战了螺旋双人飞飞秀，演唱会现场相当精彩。面妆让人惊艳，二姐江蕙版康秋帮开场就气势十足。闪耀红纱装，二姐美腿若隐若现。暌违3年站上小巨蛋，将会克服巨高症，大玩空中螺旋双人飞飞秀。长洋装登上360度蒲公英花型吊台，将会一连五首快歌组曲，跟台下歌迷零距离。全场歌迷大声跟唱，采用投影新技术和水幕特效，金华水月演唱会第二场将会完美演出专属于二姐的台语响宴。中央新闻网陈伟杰、陈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
而这回将会是请到了嘉宾 Ella 来助阵，两个人呢不但大合唱，而且歌曲间奏呢 Ella 除了要将会一起热舞之外，还不按牌理出牌，现场接连点歌，要求呢将会跟他一起唱阿妹的这个歌曲，还有呢这个很多很场面很逗趣的效果，一起来看看。祝你二姐将会开唱，神秘嘉宾就是 Ella。Ella 穿着白色削肩连身裤现身，性感十足。歌曲间奏 ，Ella 还不断邀江蕙一起 dance 一下。不仅如此，盛装出席的 Ella 还嫌只唱一首歌不够，现场点歌要二姐一起唱阿妹的《喝大力点来》。什么啦？如果二姐不唱的话，就不尊重你们。什么？来，老师，谢谢。玩一首还不够， Ella 还是不肯下台，又要求江蕙再清唱两句才肯下台，一鞠躬。没办法，你应该落台了吧？哎呦，可是我一直很想听你唱一首歌，哎，秀梅啊，副歌啊。Ella 点歌不下台，二姐将会照单全收，两人温馨又逗趣的场面不但惊喜连连，也制造不少笑点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